Alright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Today I'm here in Xinyi. We're at the shopping mall right now and we're doing another challenge. Today's theme is street style, so we're gonna go around the shopping malls. Everyone will have 10 minutes to shoot, same as last time. Whoever wins will get a prize, or whoever loses will get a punishment, so we'll see. 这是今天的参赛者，上次大家有看过，然后这是我们的佑成大哥，大哥好。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的街拍，大家没有问题哈，那就开始吧。规则就是你有10分钟嘛，然后你室内外面都可以。哦，他用的是我们的尼康18到4D140。哇，所以现在都有尼康、索尼跟田龙。哇，大比赛，好来哦，你要守护，你要石头布，要什么布？哦，对，我先开始，好，走吧。 用这个Sigma的15-600，对吧？节拍啊，节拍。3、2、1，开始。好，其实我节拍没有非常的拿手，所以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今天人其实蛮少的。 好，这算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拍摄。第一个没人，第二个不是我最拿手的。那接下来你们谁要先？要不要剪刀石头布？好，也是一样，10分钟，3、2、1，开始。 时间就是这样浪费掉了，8、7、6、5，到了，睡，完了，流程也结束了，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结束. Alright, so we're done for the day. And honestly,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大家觉得今天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吗？ 我看起来还好啊，就很一般，是吗？对啊，轻轻松松，看起来是这样，非常轻松。那你呢？有点懵。那你确定有照片是可以用的吗？我是不知道啊，有点紧张，十分钟都在乱拍。对哦，没关系，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很难啊，对我来说拍街景还蛮难的，不是我最拿手。嗯，作为大哥来说。 看来只是小事而已嘛，<笑>比较常拍这种类型。那好，大家记得去 follow 他们，没东西 follow。哦，没东西 follow， 那没关系，还是可以 follow。<笑><笑>然后明天可以发，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